好，首先 A 组动作一共呢是四个八拍。我们开始之前呢，有一个小的间奏部分啊，一共是一个八拍加四拍，先是跨右脚，一二三四，然后跨到左边，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啊，一共就这么多。好，A 组的第一个八拍，左脚就向前走，一二三四，五个时候呢，跨左脚向左下又跨，五六七八。好，第二个八拍，二二。三四，好，这个动作呢，我们是点的是脚跟啊，右腿的话呢是微微向下弯曲的啊，就是重心是压低的啊，脚跟出，左腿伸直，右腿是微微弯曲的，手的话呢是斜上方，然后手腕是向上啊，向上，然后好收回来，这边也是点收，好，舞的时候呢，把出左脚啊，右手伸直，同时呢，我们左手。啊，也是伸出去，伸直，然后慢慢的小波浪滑下来，撕开，五六七八，手的话呢可以保持我们啊兰花手的一个手型，五六七八，好，第三个八拍，左脚前向后走，三二三四啊，踏步走，同时呢我们右手向上撩，左手是端平的啊，好，有的时候跨左脚，五六七。八左右臂护啊，一个绕头，然后推开啊，这样子的。好，第四个八拍，四二三四，然后五的时候呢，开始下一个胯，五六七，好，八的时候，啪跳起来啊，手的话呢，就是我们身体两侧啊，慢慢并起来，然后最后一拍的时候收回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呢就是 A 组的动作，好，B 组的动作也是四个八拍，一打二三四。五八六七八，好，这个动作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脚的话是左点收，然后点右脚这样子，然后手的话呢是上面交叉，然后又放下来，下面交叉这样子的，然后向右边的一个摆胯，好，我们连起来看一下啊，一打二三四，好，反方向是一样的啊，五八六七八，好，第二个八拍，二二三。五六七八，好，这个呢是左右并步，我们肩膀呢是左顶，然后击掌，然后回来这边右顶击掌，就向哪边，我们哪边的肩膀向上顶啊就可以了。好，第三个八拍，左脚就向前前掐步啊，三打二，三打四，五六七八，好，我们胯的话呢就是一个顶胯，顶胯，顶胯的动作，一共四次啊。手的话呢，就是击掌啊，左手放胯，击掌，左手放胯，右手保持是不动啊。好，第四个八拍，四打二，三打四，好，同样的五六七八，好，后面呢有个小的间奏啊，一二三四，好，一的时候拍，然后二不动啊，三的时候拍，四不动，好，这个呢就是啊 B 组的动作，好，C 组的动作，左脚自己向前，一二。三四，好，我的时候下右胯，五六七八，同时手从上面慢慢滑下来。好，第二个八拍，二二，左边提胸两次，记得啊，弓步这边三次。好，五的时候开始左起并步，五六七八。好，第三个八拍，左脚向后，三二三四，五六七。八啊，左右掖骨啊，好，第四个八拍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啊，左边踏踏踏，然后并啊，身体重心向左边腿上去压啊，这样子，然后手的话滑滑滑，拍手啊，这边也是一样的啊，五六七八。好，我们所学动作讲解呢就是这么多。下面你们看一下啊，完整的背面口令分解。好，首先是啊前奏部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。好，A 组动作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。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B 组，一打二
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谁数的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我们所有的动作呢就这么多啊，好，谢谢大家。